奖金15万最高的奖金的一个比赛，我们欢迎所有的高雄乡亲能够为他们加油。在第一水道是健身工厂，在第二水道是深红构造，在第三水道的是中干公司。中干公司由周总经理以及李副总、高副总亲自带队来比赛，我们来为这三个优秀的队伍掌声加油。啊，摸个胯，摸个胯，搬来得。哎，对。摸挂，脾气摸挂。这是一场奖金最高，也是我们最好看的龙舟赛。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健身工厂，紧随在后的是深红构造。中干公司也紧接着后，加油！健身工厂，第一，第一，第一。